新年快乐！大家好。好 ，OK， 很微弱哈，没有意志力了你们。啊，都没有吃饭啊？大家今天都还好吗？好。OK， 小朋友你呢？吃饭了没？你玩什么？好啦，我不会抢你的东西。You play play， 你又不跟我玩。大家好，我是村长。Yeah， 我是村长。村长好。可以，通过通过。OK， 欢迎大家，你好的初次来到铁花村。那我们今天也安排非常好的一个专业的团乐团，知道叫谁吗？完了都不知道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回家了啦。啊，都不知道的啊，茅草屋哦，茅草屋他们也出了个专辑，哎，你看那边都有他们的大头像哦，可以供大供这个可以供大家瞻仰一下哦，那边看看拍个照，都是个好事情。那今天是大年初四哦，祝大家事事如意。铁花村的今天也是门票入场，有附饮料哦。在演出期间呢，大家赶快去换，然后结束之后就没有办法换了，好吗？好耶， yeah， 非常衰弱。OK， 我们就持续的衰弱，才过年第四天，你们的意志力是出来晚的吗？好 ，OK， 那今天呢 ，Yeah。想到哪里去了？哎，我已经没有梗了。弟弟，你来讲话快点。OK， 好。位置上不能够抽烟，唯一抽烟的地方就在那边，那个墙壁、那个布告栏那边，一直到那个水泥墙那边的水泥地，那边都是吸烟区。你在那边抽完烟，烟蒂不要丢地上哦。那边有个用那个水桶把它丢进去，好吗？那个火炉非常要小心哦，小朋友不要随便靠近哦。我们都已经烤过了，好不好？很饱，不要靠近那个火。那厕所，优秀的厕所也在这一间哦。先女生，再男生。那今天有带外食的朋友，你用晚餐的时候呢，麻烦拿到厕所前面有个分类的垃圾桶，把它丢进去，把它分好，塑胶就塑胶哦，垃圾就垃圾。椅子啊，桌子都已经排好了哦，那不要再随便移动就。也不要并桌，如果有非必要的话，那还是不要。非必要的话还是不要。OK， 那疫情虽然说这样已经口罩已经解禁了，不过呢，大家要戴口罩也都没有关系哈。那不过呢，咳嗽的时候你没有戴口罩的朋友，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捂嘴巴哈，打喷嚏也是一样，好不好？不要让那个口沫在空气中那个飞舞。那吧台在后面，汤汤水水，消除体力、恢复疲劳的饮料非常好喝。那不过呢，还是希望大家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好不好？也安全很重要，出门在外，谁都不能够吼，不要发生事情。那刚刚村长敲钟的地方，你非表演工作人员不要超过那个边吼，大家就在这边晃，好不好？好。有人第一次来铁花村吗 ？Let me 看看，哇，好多，第一次来，终于来了哦。OK， 漂亮。你们之前都在干嘛？我们已经13年了哈。OK， 铁花村已经迈入第13年。那我们从大年初二就开始上班，一直到礼拜天。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说铁花村每个月的动态节目的话，你们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那边去看，当夜的节目都很清楚，就在那边哦。下次你来就不会扑空了。我们礼拜一、礼拜二都公休，礼拜一、礼拜二不要来，那你来也是一样啊，拍拍照就这样子。不过呢，我们这边也是很好，好山好水，到了晚上酒鬼很多。那过年期间大家还是非常小心哦。那喝完饮料的时候呢，你离开位置，空杯空瓶拿到，麻烦拿到我们侧吧那边，好不好？你如果酒戒不掉，那继续喝，我们这边很多啊。不过呢，还是一样，在提醒你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那我们铁花村有很多的文创商品，从这边出去啊，就可以看得到了。
手上有盖个章，大家都是随时都可以进出那个路口，这样了解吗，小朋友？小朋友要盯好爸爸妈妈哦，啊，不要到处乱跑哦，要不然爸爸妈妈明天，要不然你们明天醒来，啊，爸爸妈妈不一样，啊，爸妈会好辛苦 ，OK？ 哇哦，真的是这三个啊，优秀的金丑，嗯，好厉害，嗯。都很优秀哦，大家其实对每一个都是胜利者啊，从几亿个那个什么啊，就生出来，嗯，拍拍手，优秀的这金虫们啊，你俩真敢顺呢，啊，有点低估你们了啊，嘿，那中场会有个休息时间，大家哎，有中场休息时间吗，亲爱的？好，有 ，OK， 那今天呢可以拍照，但是不要用闪光灯，好不好？很冷哦，很冷呀！ Yeah, 我为什么要戴这个？是我怕我的发型会乱呀。Amen。好，很慢的你。OK， 好。最后呢，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及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来铁花得永生。哦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走路可以边喝边做，但是也很难到家哦。OK， 好。Yeah, 大家准备好了没？ Are you ready?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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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英文的哦，酷啊酷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茅草屋。Yeah.